不是看你手机的啦 ，OTG 那个外接硬碟那个，它可以同时看 Dropbox、OneDrive、百度云啊、OneDrive 这些的，全部都在同一个界面里面，所以就好像看到本地的一些档案一样，同时在同一个这个档案管理的里面，在这个黄色的这个 icon 里面做档案管理的功能，那也可以同时在很快速的在不同的云之间啊，在你的 local 的这个 SD 卡之间把档案过来过去的。不需要像以前说，我要 SD 卡的，我要上传到那个 Google Drive， 我还要去开那个 Google Drive 的这个 APP 啊什么的，完全在一个地方就可以完成。还有一个东西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内建的音乐程式啊，它其实可以连 KKBOX， 我们跟 KKBOX 有朋友很难过，我们说把这个 KKBOX 功能做到我们音乐里面。那这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例如说你有一些歌啊，你是放在你的 SD 卡里面的。那你听腻了，或者想听这个歌手的更多的歌曲，那就可以直接再切到这个 KKBOX， 在同一个 APP 里面，就可以直接去听线上的音乐。那同样的 KKBOX 有什么歌词啊，歌词的那个自动播放功能，在这个同一支音乐的 APP 里面使用，大家可以回去玩一下，就在这个线上音乐的这个按钮按下去。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这个可能不太能说了，我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玩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版本在某一些你们跟去大陆的那边找，他们的那边版本，因为他们比较有著作权的问题，所以他们那个是可以听一下的一个要求，在大陆，大家可以去。如果你们是玩家，把那个大陆版本的 music 这一次啊，把它装进来，这个说音乐都可以听，这大家自己找就好。那音乐听音乐当然就刚刚大家听从我跟大家讲到，我们内建的这个音乐的智慧音上的这个晶片啊，这不像以前一样是软体去听的，这是一个真正在里面特殊的晶片啊，在我们播放这个声音放出来的时候，大声的时候不会过音啊。那在这个是有个开关的，在这边有个开关，我们出厂预设是开着的，那如果不小心关掉或者是不想要用的话，可以把它关掉。那在同样我们音乐里面呢，有内建一个 3D 音效的功能啊，这个怎么用呢？这个也是。在这个音乐的这个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藏在这个三个点这个里面。这边有音效，这点进去呢，我们可以开启 3D 音效，或者是爵士风啊、摇滚风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音效模式都可以从这边打开来选取。下面有一个 3D 音效的这个框框，可以决定一个 3D 音场的这个宽广程度。看一下。接着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东西是比较属于这个一些玩家在用的这个东西，这个电竞键盘。这个电竞键盘有个故事啊，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判断这个有验孕的功能，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之前什么插锐的电池会坏，所以这个可以预先警告你说电池是不是快有问题的。那当现在电池没有问题，我们来做什么？就是说可以帮助你省电，帮助你分析。使用的行为不是说你开手机的时候在用的行为，是手机你要把它丢在那边啊，它为什么会耗电？它就是你灌了一些什么叫做什么360优化大师啊，什么北极星优化，它背后在跑卖跑广告，在收你的资料，其实都不知道在吃你的电池。可是这个 APP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当我们手上的这个试用的手机可能装的软体比较少一点，我回到家，大家拿到手机之后，多装几个 APP， 可以发现很多的应用程式哦，在背地里做一些事情。在吃电量、吃网路的，那这个程式可以帮助你把它找出来，而且可以把它封锁住。这个可以给大家回去再玩一下。好，下一个。好，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些这个也是比较系统面的东西。在设定里面，有些人喜欢用，要看三星的手机这个 Back 这个键盘在左边，对不对？那有些手机在右边。那我们正常收到的。有人在那个粉丝团上面啊，说你们为什么这只手机的保卫键不坐在左边？那另外一个人又说为什么不坐在右边？然后我们就很烦，就干脆说那不然，不然你自己选好了。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设定里面啊，跟大家讲一下放在什么地方。在这个设定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设定里面有显示啊，就是这个按钮的显示啊，它的意思是这个样子。那里面有一个叫做导览列的设定啊，我按着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导览列的设定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把它选起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各种的不同的变化的方式，可以让大家选，你要在左边，要在右边都可以，可以让你选。甚至你要多一个按钮，像我这个，
好，我选择做一个按钮，我加入一个按钮，这个叫什么？右下角出现一个这个小的按钮，这个帮助你手机越来越大。好，像我旗舰机5.5寸都很大，按下这个按钮呢，你可以把上面那个平常手拉不到的这个东西拉下来。所以你直接在这边，你就不用手按抽筋，然后拉到上面来，可以选择。就是说，这个下面这个导览链可以调，知道吗？键盘是可以调，这功能也做很久了，知道的人可能是不一定，就是常用比较一点。好，我们在电话这边有个叫做调整拨号的大小，这东西。而且有些人喜欢用右手，有些人用左手，他有些手比较大，有些人比较小。这个按键的这个大小，我是可以调的。像我这个，我如果你是手比较小的话，我把这个放到这边，手比较小。如果我要用左手来拿手机的话，可以把它移到左边去，一样都是可以自由的调整这个大小。这个其实有很多东西，我比较细了，很贴心的东西在细节里面，大家没有发现，那需要你们大家一起帮我们，告诉更多的消费者，让他们能够享受到这个功能。像这个也是啊，屏幕正面模式，蓝光滤波器。这一样在我们刚刚那个界面，在那个显示设定的显示的那个目录里面，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这边一个蓝光滤波器，拉到最上面去，一个蓝光滤波器在这里。那进去的话，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保护眼睛的程度，特别是像你们回家开那个手机哦，现在那个不知道是卫生署还是哪个单位啊，都强制我们要写一个这个警告的标志，说手机用太久会对小孩子视力有伤害的，那至于这个东西就可以一定程度保护到我们孩子的视力。写完之前可以啊，这个是在我们这个，这也是可能不想大家都会知道设定的那个安全性。对，在安全性里面呢，可以去控制我们要让这些 APP， 有些 APP 就不要让它传进去啊，不要让它偷你的个资，不要让它偷录音、偷拍照什么的。这个间谍程式都可以把它封锁起来，这个功能也是对现在的强调个人安全的使用者来讲蛮重要的，大家也是可以来利用它一下。那右边这个体感操作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什么？这个我们上一次手机就有，就是说这个手机啊，就是要打电话就直接把它拉起来，就用这个手势，要进入就把它翻过去。这个已经存在很久了，这个不是不在这边介绍。好，现在跟大家补充一下另外两个好用的小工具哦。这个是最近我们在这个我们手机里面啊，一直不断在积极改版的这个东西。我们一个笔记本的软体，它功能越来越多，可能大家已经看到存在蛮久了。最近啊，一直有新版，一直几乎啊每个月都会有新的功能去更新出来。好，那最新的就是说啊，你可以放一些啊，比如说你写游记了，出去玩的时候。一个即时版，当地的天气啊，当地的地图啊，或什么的，直接很方便的能够插到你的笔记本里面去。那它一个同步录音的功能，例如说你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讲到第一页，抄到第一页；老师讲到第二页的时候，抄到第二页。回家再播的时候一样，你看到第一页的时候，老师就开始播放，然后就跟你讲第一页的内容。翻到第二页，老师就跟你讲第二页的内容，去播放，去读了，边录边写的这个功能。接着我们看下一页，也是一个很好用的小工具，叫 Snapchat。这个东西呢，可以你不想看到的。刚刚我们前一位 PM 啊，现在我有很多不想给他看到的。其实我要跟他讲一下，就是说不想看到就锁到这个 Safebox 里面就好，手机给大家 demo 没有关系。就是你不想给他看到的图片啊、影片、档案、密码这些应用程式，你都可以用这只手机能够来锁起来。那这个东西呢，大概在下个月吧，下个月。这两次小工具，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出新的版本，大家会看到。下个月它会多一个蛮酷的功能啊，就是说它可以除了用那个图形密码之外，大家看到有些手机用指纹，对不对？可是我们有一个更酷的东西，不用指纹，跟大家拍个关子，就是不用指纹就可以辨识是不是本人。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个月的版本，它是用什么样的技术？它可以不经过密码，也不用密码。也不用输入图形，也不用按指纹，他就可以知道你是本人还是不是本人，他决定你会不会看到这些私密的内容。OK， 好，那我们总结一下，那另外呢，简约乐活美好你我，除了这样的概念呢，给大家一个乐活轻松的感觉，让我们带出了简约时尚的外观，乐活智慧的很多很聪明的功能。
是会整理的功能。然后其实美好的给大家非常大量的电拍提示音效的话，精准给我们让大家制定各种的 UI 管理想要使用的方式。大家也有 Note 让跟大家分享一些你自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也有 Sandbox 把你一些不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都藏住。那以上是我们在 UI 的简介跟大家分享，那很希望大家能够把意见啊都能够来反映给我们，那我们会在未来半场里面能够把大家的意见一起考虑进去，非常需要你们的想法跟意见，谢谢大家。好，谢谢两位大家的解说。我相信做完全介绍之后呢，我们对于我们的全新手机得有更加深入的认识。那当然，在我们一点小小的知识之后呢，就我们的 Q&A 时间。现在主持人会即将问大家三题的问题，好不好？那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请你举手告诉我答案。当然，如果你答对的话，一样有礼物要送给你。好，所以现在朋友们注意听了。请问，我题目都非常简单哦。好，第一题我想要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 M808 的荧幕是几寸？有人知道？好，后面这位黑色衣服先生举手非常快，来跟我们说一下几寸？5.2。5.2，标准答案。好，记得跟我工作人员领取你的礼物哦，恭喜你。好，现场没有把握机会了，好不好？我就三题了。好，请问一下 ，M808 采用几核心处理器？好，这个黄色衣服先生很快，八核，对不对？好，掌声。哇，太小了，不行，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不行。那个当 PM 来看一下，小超能不能过关？可以的，可以的。好了好了，我还是把礼物送给他。记得跟我工作人员取礼物。好的，以及现场的朋友，我想问你们第三题了，有没有人知道？具备几种滤镜的效果？有没有人知道？都没有人知道吗？这题很难，是不是？有没有人知道它有几种滤镜效果？好，这里有一位在摸头，是摸头还是要举手？15种啊！掌声，没有错，是15种，标准答案。好，那请到中国工作人员去奖品哦！哇，我相信现场朋友应该要听得非常的入神，而且得到了很多最新的产品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即将开放一点时间，让各位可以到我们会议室外面的左手边来领取我们的餐点。我们有准备一些饮品，以及一些小点心。那我们有4分钟的时间，会议室的朋友们来进行领取哦。那待会在我们的点心时间过后呢，我们即将进行就是我们的产品体验。那现在开放时间给所有的朋友们来领取我们的餐点喽。